후보가 神迹的神，上帝，谢谢你，因为你在我们当中正在行奇妙的事情。主啊，我看见你现在正在医治。主啊，我看见你正在触摸众人的心。主啊，谢谢你，因为虽然我们不行，但是我们依靠着你，愿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谢谢你。 谢谢你在这里，需要节拍器吗？先不要。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有你就不需要恐惧，我们加上来，有你就不需要害怕，有你就不需要担忧。谢谢你主，副歌。 你看到了举起你的双手，你看到了就举起双手，用
见，去看见，去看见。一起同时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再次就看见。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高举你的圣名，因为你的圣伟大，你行了大事，你行奇妙的大事。上帝，谢谢你，因为你医治了我们，你行奇妙的大事，你解决了我们的债务，你行奇妙的大事，你双手按在我们的身上。上帝，谢谢你，因为你行奇妙的大事，那关系要恢复了，你行奇妙的大事，那离家出走的要回家了，因为你行奇妙的大事，你行奇妙的大事，你行奇妙的大事。谢谢你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圣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你没有难的事情，是吧？有很多的事情都是不可能，但是上帝今天我们就是献上荣耀与尊荣给你，因为我们就知道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因为无人像你，无人像你，无人像你，上帝啊，你是难医治者，无人像你，你能够夺走大神，无人能像你，你是那一位安慰者，无人能够像你。无人能够像你，谢谢你赞美耶稣。不敢。欢呼，跟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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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那颂赞荣耀，因为他已经成就大事。给他赞美，因为刚强倒塌。给他赞美，因为他已经医治。给他赞美，因为他胜过死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是我。Thank you.
后一次渐慢结束，渐慢哦。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因为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因为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感谢上帝，上帝拣选这一栋房子，上帝拣选这个会堂，让它变成一个万民祷告的殿。阿们。在这个会堂中间，在这会堂中间，我们坦白说，我们是，就是开始没有想过是这个地方会变成我们的会堂，那上帝自己让它就变成了我们的会堂。我想这故事大家都知道啊，我就不多说。我们就是糊里糊涂的，我们真的不是故意有意的要怎么样，但是就发现很多的东西，就上帝在背后一点一点的成就，一点成就。在他的永恒中间有他命定的旨意，所以这栋房子修的时候会称作 Miracle City， 让我们非常惊讶。这栋房子被称作这栋建案被称作是 Promised Land， 这是让我们非常惊讶，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要出来了哈。然后呢，就看见这栋他们的广告的时候，是一只老鹰飞在那个地方。我们更觉得说，这真是好像上帝背后在做什么。我们当时给上帝掌声吧。当时我们就在想，哎，这应当很肯定是上帝给我们的。难道只是上帝给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会堂吗？上帝让这会堂在这里要做什么目的呢？上帝让这会堂在这里要完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愿呢？坦白说，我们不能够很清楚的，现在就讲得很明白。但是最近上帝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上帝告诉我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在这个会堂里头，从来没有过在台湾有这么大的一个祷告会，但在这个会堂里头有这么大的祷告会。在这个在台湾很少有一个每个礼拜四晚上都有祷告会，这个会堂里头有通宵祷告，台湾已经很少会堂里头有通宵祷告了。然后最近上帝跟我说，因为最近这个国家早餐祈祷会再次又用了我们的这个地方做这个祷告的地方。你知道，他们基本上不用教堂作为祷告的地方，基本上都是用这个旅馆啊、大餐馆做的。但是你知道用我们这个地方，这是第几次吗？第三次。整个国家早餐祈祷会这里用了第三次，所以这几天上帝在我里头就特别提醒我一件事情。上帝说，为什么用这个地方做早餐祈祷会？难道只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大的会堂？难道只是因为这个地方好停车？难道只是因为这个地方这个我们会便宜，就是说不用钱那什么就借他们用？不是不是，上帝说有永恒的目的，上帝说有他永恒的目的。上帝说有他永恒的目的。这个会堂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这会堂里头如果有一群祷告的人，这个会堂就了不起。阿们。我再说，这个会堂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这里如果有一群祷告的人，这里就会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所在。这个地方就会变成是一个祝福整个至少祝福台湾的一个地方。如果这里头的百姓我们更认真的祷告，它不仅仅可以翻转台湾，它可以翻转整个中华民族，它可以把华人教会通通把它翻转过来。弟兄们，在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两天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你知道我里头有着一份敬畏，我里头也有着一份战兢。我有这一份敬畏、感恩，谢谢上帝拣选我们这群人。这群人不配，坦白说，我觉得我不配。
我不是那么了不起的人，我不是那样子的神人，我多多都不是，我们不是那种了不起的教会，但上帝就是拣选我们。我就想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上面，第十一章第一章上面说，那上帝说，我拣选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我拣选那一个卑微的那一个